欢迎观看百美微视6月29号早晨新闻。今天的新闻是加拿大野火对芝加哥美中地区空气造成严重污染。拜登总统于6月28号访问芝加哥，美国众议院国会弹劾拜登总统。最近几天，从周二开始，芝加哥及美中地区的空气严重被这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野火的这个烟雾所污染。The Canada Wildfire caused the Chicago and the Midwest U.S. to serious smoke in the air. 这是加拿大野火中的一个部分。美国总统拜登于6月28号访问芝加哥。他的目的，此行的目的是对 address economic situation and also for his 2024 election campaign。 他此行的目的对是主要是为他2024年总统选举进行这个活动，同时他也在芝加哥这个向全国发布美国最近的经济问题。拜登在昨天的这个芝加哥的访问中的演讲中说，现在他上任以来，美国的工作机会增加了1200多万，其中有8万多个是在制造业，比历任美国总统的在业的这个增加的工作还多。And Mr. Biden visited Chicago in June 28. He, in his speech, he addressed the key issue, which increased U.S. economic, and he said his goal is for middle class people to vote him. 拜登的这个选举的打向是中产阶级投他的票，所以他主打经济牌。同时之后的6月29号早晨，在拜登访问芝加哥的第二天早上，一个不幸的消息出来了。美国众议院以219票对208票的这个投票通过，对这个拜登总统进行弹劾。The House GOP vote for 219-208 to impeach Biden for his wrongdoing. This 这是由美国众议印的这个来自科罗拉州的议员罗拉·罗伯黑提出来的，在这个弹劾议案中说，拜登在滥用总统权力，破坏美国的三权鼎立政策，造成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跟美国边界的这个严重的这个安全问题，导致了这个有10万人以上的死亡，是超过历来的这个总统在任的死亡率的28倍以上。And this is serious harm for U.S. security and board and southern board. 这是今天欢迎观看百美微视。百美微视现在这个每天将进行新闻联播。欢迎注册百美微视，注册者将每天将获得这个精彩视频及新闻的这个信息。谢谢观看百美微视。